病人自然该有病人的待遇。我快放不下了。我想抱你。哎，这花不错，可是给我买的。你整个花瓶帮我插起来。好，去吧。 你别看了，哎呀，看看，小心点，都是些无稽之谈，你别放在心上。 没事儿，我又不是什么不守妇道、什么伤风败俗、什么胡作非为，是吧？嗯，看得出来。哎，对对对，不是不是。<笑>没事。就他那下里巴人的样子，能不能太子妃？但凡照照镜子，都知道自己不配。 咱们殿下乃是谁家的阿猫，我都能配得上啊！说来还是丞相千金，偷错胎了吧？这个要德行没德行，要规矩没规矩，真是提殿下不值。好嘞呀！听说相府千金要被选为太子妃了。 这事倒稀奇，就是还是没有事。那就是相府千金，就是他。哎哎，停！别落脚！哎呦喂！踩了。 哎呦，你这个丫头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出门要看天，行走要看路，怎么没有规矩呢？啊！你也觉得我没规矩是吗？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好，差不多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听听，命太子的命令，你哪儿都不能去啊！再者说了，老夫我。 还没给你下诊断呢，我真的好了，不信看。别，哎呦，我的子宫啊！哎呀，伤筋动骨100天呢。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我的药啊！哎呀！ 小卜卦，方才吓到你了吗？谢谢你救了我，小卜卦。我现在有一种预感，殿下正提着2米的大刀，杀气腾腾的赶来。哎，伤怎么样了？啊，好，差不多了。 太子殿下到。殿下，愣着干嘛？不请白公子进殿喝茶？是。伤还没好，就要上房揭瓦了？我好差不多了。我看未必，不然怎么会突然摔下来？ 那是太傅，他说我的伤还没好。病人自然该有病人的待遇。我快放不下了。我想抱你。
完了完了，以后再也没脸见人了。